好，志鹏老师，请干嘛呢？没有的。我们开始玩战术，玩厉害了。好了，骂你还是记上了。来，笑傲风云之大阵将最后一局将决定着他们今天中午吃蔬菜呢，还是吃鱼吃肉。不要补加密，两队。时间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们心情特别好。为什么？是因为首先第一点，我们从体重上本来就输对方，所以即使不找别人来帮忙，即使是用我们2-2的，也是我们输。对，这个输的。对，更何况人家还抱个大窝窝。但现在呢，就是你的那些海鲜呐、鲍鱼啊、鲜虾呀、全没了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我们俩都在吃素，全部吃素。任何肉，你们的口味。对，任何肉类我们都不沾。好，来采访一下我们获胜。者的感言，哎呀，你还是感谢他。这是什么？这种东西叫葫芦。这个用南方话说就是非常吉利，这东西叫葫芦。哦。抱着它既有福又有禄，我们能不赢吗？啊？所以你们刚才是这还有他的帮忙？这是福禄保佑嘛。啊。啊。老师，我也抱个葫芦，来，抱个葫芦。你抱一下。特别沉。你抱一下。超级重，真的很重吗？哎。我把葫芦送给他们。好，这个我们胜利组还是有点大将风度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是请我们丽娜讲讲。来，我哎呦，砸裁判竟然！哎，所以我们这个获胜者，我们的女汉子有什么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？我觉得我们是在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对。他们团结，全村的人来跟我们对抗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这一轮的获胜者是我们的王征王老师和丽娜，恭喜！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获胜者会有优先选择食材的权利，赶紧的选。哎呀，我们就不要什么了，那就你们的了，好吧？不要你两筐，你就选一筐。我这就是一筐。你把我们两筐里的菜集中到一个筐里。哎，你们讲不讲理？哎，大伙评评理，我拿他们菜了吗？来，请看回放，你们就不要什么了啊！那就你们的了，好吧？不要你两筐，你就选一筐，我这就是一筐。你们说的口口声说你们要吃素吗？我们不是成全你们吗？我们俩吃素，但村民们还要吃肉呢。这村民们，我请客，上我那吃去。哎我虽然叫小黑，但是我也姓刘。我本来想说中午去我们老刘家串门，但我觉得既然你们这么爱吃素，我就不跟你们抢了，我去吃他们的肉。回家吧，走吧。不是，大家，不是，吃素吧。我这边也有肉，苍蝇也是肉啊。这玩意儿。